据台媒报道，郭台铭全台联署站点20号正式启动。郭台铭竞选办公室表示，首波站点以台湾六大都会城市为主。20号一早，郭台铭竞选办公室正式启动联署。郭台铭与赖佩霞一同到新北市的联署站，与支持者互相加油打气。除了新北，台北联署总站也陆续有民众到现场排队。大概有多少人？25个啦，等很久了，因为我昨天就有来看，然后想，不是昨天吗？眼看郭台铭全台联署站点开跑，泛蓝阵营未能整合，朱立伦喊话郭台铭赶快转念。任何一件事情都在存乎一念之间，走出大局哦。我想全民是以感谢的心情、祝福的心情，只强调自我的话，只会影响大局，会让全民大家失望。拜托我们郭台铭董事长，能够回归到我们真正台湾联合，经营的团队，为将来创造经济奇迹。